如何存钱利息赚最多？滴滴时代最新存钱术，下半年极有可能再降息。如果再降的话，看起来呢，极有可能是0.6%都不到哦。现在很多银行他们要就是揽客，他要推新的业务，所以他会做所谓的数位账户。介绍一张最厉害，我现在缴那个综所税有1%的回馈，在超商消费居然也有回馈，国内1%，然后网购5%，超商消费8%，电影消费20%，所以是很